本节目由卓华金融赞助播出。大家好，又系我哋数字月基嘅时间 ，Crossover V Light Channel， 今日系9月14日星期二，币价冇乜大升跌，其实大升咗亦大跌咗啦。昨晚系嗰家好似系关于呢个 Walmart 啊，某有啊，我听到，我都有听到，系啊，咁啊，冇乜其他，不如直接由你好分享一下先啦。咁啊，昨晚咧就出现一个好戏剧性嘅一幕啊，吓，咁咧就。多間知名的傳媒機構紛紛咧報導一個新聞，就係話咧呢個美國嘅 Walmart 咧啊將會同呢個 Litecoin 萊特幣合作 LTC 係咁咧就會喺10月1日開始咧就會正式咧接受呢個 LTC 咧做呢個 payment 啦啊去買嘢咧上去個 Walmart 嘅網上嗰度買嘢咧就可以用呢個 LTC 嚟付款啦。咁有邊幾間？當然定係炒定係好消息啦，係即刻就即刻就爆升30%啊！連帶 Bitcoin 嗰啲咧，其他啲幣咧都調翻轉頭受佢影響啦。係，因為萊特幣都主流貨幣嚟嘅，主流幣嚟嘅。係啦，咁咧就我哋喺呢個節目咧就比較少講呢個 LTC 啦。咁啊，其實 LTC 咧就同 Bitcoin 咧係即係兩兄弟嚟嘅。啊，咁當初有咗 Bitcoin 之後咧，就因應佢嗰、那個。速度啊，各方面比較慢一啲咧，就生成咗呢個萊特幣。啊，基本上咧，佢個結構咧係照抄呢個 Bitcoin 嘅。咁啊，快啲。結構照抄係，如果結構完全照抄咁啊，點會快啲咧？嗰啲參數有少少改變咗啦。啊，咁啊，所以其實一路嚟講 ，Bitcoin 咧都被譽為係呢個 crypto 界嘅黃金。咁啊，呢個 LTC 咧就係呢個 crypto 界嘅白銀啦，冇錯。咁咧就。有邊幾間報道咧？這個 Reuters 啊 ，Reuters 比較快嘅出嚟講啊，話證實呢個消息啦。不明人士咧，唔係，佢直頭係引述呢個 Walmart 噶，因為其實點解咧？最先中伏嘅咧係一間叫做Global Newswire 呢間新聞通訊社，佢專門發啲新聞俾啲傳媒機構嘅。係，咁佢先中招，佢發咗出嚟，咁跟住咧 ，Reuters 第一個就出嚟報啦。咁啲人話：哇 ，Reuters 都報咁樣，應該求證過啦咁樣。咁都有少少半信半疑，點解無端端會係揀呢個 LTC 咧，唔係其他咧？咁啊呢個時候咧 ，CNBC 咧又衝出嚟啦，又繼續報導啦咁樣。啊，約埋一齊開 party。係咁啊，預示者咧，連呢個幣圈嘅即係一啲新聞 media 咧都喺度講啦。最緊要咧就係呢個萊特幣佢本身有一個基金會啦。呢個萊特幣嘅基金會亦都即係引述呢個消息，咁啊引述係哦，咁因為出邊報咗啊嘛，咁佢話有呢個咁嘅消息啦，咁樣，咁啊嗰段所謂嘅假新聞都即係幾可亂真嘅，係啊，咁啊話呢個係沃爾瑪發嘅新聞稿啦，有曬查詢電郵啦，有曬連結啊各方面咁樣，咁啊所以咧就即刻爆升30%啊。咁但係幾分鐘之後咧，即係10分鐘內咧，咁啊就開始有一間同 crypto 相關嗰啲嘅新聞機構咧，就覺得有少少唔妥，走去查證嗰個 email， 發覺嗰個 domain 咧啱啱即係攞咗一個月多啲，係啦，賴嘢，佢係 Walmart 嘅個 hyphen 咁樣，唔知點樣，咁啊就所以覺得事件有可疑。咁於是咧就即刻通知啲傳媒啦，咁啊其實啲傳媒就即刻話未經證實，即係要即刻要啲時間去揾翻個事件因由出嚟。咁啊後來亦都同 Walmart 即係確認咗係一個假嘅新聞。嗯，咁啊立刻就打回原形啦。咁啊即係話俾你聽，而家啲英文字眼應叫 vulnerable 啊，係好脆弱，係。市場咧相當之受呢啲所謂嘅二三流消息嚇，好似一吹就爆啦。嗱，咁啊，即係可能因為市場冇消息啊。咁你路透社咁樣講出嚟，咁啊，而 Walmart 又係最大嘅百貨公司全世界，咁啊，真係渣，即係你俾人捉到流動。不過呢個咧帶動咗另外一個，我頭先同你喺度即係講緊個思維就係話，而家好多幾隻 major 嘅主流幣咧。
你要留意啊，佢哋嗰個 cross rate 啊，唔知道有冇啲某啲交易所會唔會有啲機械人就喺度做緊操作？嗯，有機械人操作咧會 control 咗，咪某一隻主流幣一升，佢另外一個平台幣咧可能咧都會更升翻一個比例，雖然未必 Apple to Apple 啊，即係以前我見人哋做啲新 ICO token 嗰啲個個，譬如佢掛鈎咗只 ETH， 個 ETH 喐咧。佢多少都跟喐㗎啦。如果唔係嘅話，呢、這個 ETH 變，因為佢哋想保持自己嗰個價位㗎嘛。譬如嗰只嘢啊，用一隻，你用一隻 E 仔同我換一百隻我只幣。咁好啦 ，E 仔嗰日炒下炒下，佔咗1.5隻。如果我即係佢升咗15%，咁我唔升翻15%咧，似乎就嗰、那個比例就唔啱嘅。咁但我升足15%咧，就你行去邊，我跟你行去邊咧，亦都係好弊嘅。咁、所以咧，一般嘅嗰啲機械人咧嘅寫法咧，好早期嘅講2018、2019年嗰啲就係、是、當比特幣好，ETH 也好，佢升某個百分比嘅時候，佢用啲 calculation model 咧，就我呢只嘢順命民意都要升翻啲嘅，因為如果唔係，好似炒外匯咁啲 cross rate 咧。係喐咗啦，你唔喐，咁後果係咩咧？變咗你單獨嗰只幣種咧，你就、那個價位就有偏差啦。就咁情況，咁亦都所謂講嘅，當時有講啲咩 inflation 啦、啊，你要跟翻足佢啊，咁諸如此類嗰啲就係藉口嚟嘅啫，都係 calculation， 唔係 inflation，calculation 先最重要啊。咁所以咧，咁今次呢個又都睇到，一嗌上去。內特幣啫，問你講用又唔係比特幣，比特幣跟咩啫？嚇、都跟咗上一落都2-3千元啦，聽講咁。係咁、你其他嗰啲咪又係咁樣一個法咯。所以啊，如果即係寫 programming 好叻嘅朋友，佢有睇呢個節目，咁其實呢個你去諗係好大機會揾到食噶。呢啲 cross rate 可能即係某一隻突然間喐嘅時候，某啲其他嘅某啲幣又跟唔上啊。咁你就。有機會偷到個空間，當佢一扯上去嗰下，你就走得計得數。會唔會招之琴日咁先上後落？咁啊唔知啊。但你買到平價嘅時候，佢話 Q 知佢落唔落啊？你喺上面食得糊噶嘛？係嘛？你自己揀咯呢樣嘢，係嘛？即係不過就係呢個係個空間，可操作空間啫。好，第二件事。第二件事亦都係大單嘢㗎，亦都係一個好影響呢個幣價嘅消息嚇。咁啊！尋晚咧，突然間咧有消息傳出咧，呢個 FTX 交易所咧被黑客入侵，偷走大量嘅 BTC。原因係咩咧？啲人喺個 blockchain 上面見到咧，有近20億等值美金嘅 BTC 咧喺佢個交易所嗰度咧被抽走。抽走之後咧，差唔多每5分鐘咧，嗰啲 BTC 咧就會跳一次，即係轉地址轉一次，分散一路打散。咁咧就呢個咧係一啲黑客嘅，佢哋話黑客嘅慣常做法，佢收咗筆錢就散，係啦，會經過一啲我哋叫洗衣機嘅服務啦，嚇咁入咗去會幾分鐘會轉一轉，不斷係咁換地址。哇！啲人跟到咁仔細，就 F 咩嗰啲咩 CSI 咁樣喎嚇。咁啊，其實呢啲好簡單嘅，因為 blockchain 係簡單透明噶嘛，大家都可以即係只要佢有心去跟就跟到嘅。係啦，咁啊。其實咧就 FTX 咧即刻出嚟澄清嘅，啊佢冇俾人 hack 嘅。咁啊後來嘅阿 Sam 咧，即係佢哋嘅 CEO 咧，亦都出嚟解釋點解啊？因為咧佢哋早排咧過咗一段時間咧，個量越嚟越大咧，佢收埋咁多 BTC 咧，開始去 consolidate 去一啲 address 嗰度，咁所以咧就將佢積存咗喺一個大嘅 address 嗰度。咁入咗去咧，因為成件嘢個機制咧，每一次有人出金咧。佢嗰一嚿嘢咧都會喐嘅，會轉地址，因為每一個人出金咧，佢都會用唔同嘅地址咁樣打出去。係啊，咁其實佢係解釋咗呢件事嘅，咁但係解釋咗之後咧，亦都有一啲即係比較有名 crypto 界有名嗰啲人咧，可能佢唔明呢個道理。咁啊，今日到朝早嘅時候咧，仍然喺度出 Twitter 咧，啊堅信 FTX 係俾人 hack 咗嘅。係。咁啊。清者自清啦，係嘛？呢樣嘢係咪此地無銀啊？唔知啦，係嘛？即係個冇人俾人捅一刀話俾你聽，即係以前嘅 USDT 話俾美國政府聽冇事㗎，我啲嘢全部好齊全嘅。咁後期啊，發個 shortage 分啦，係咪先？咁呢啲
你信者得救啦，嚇、嗯、咁、啊、簡單。你趁佢如果有機會真係跌深跌翻深啲仲好啦，嚇、嗯啊、可以有機會再買過，係咪先 ？OK， 咁 FTX 嘅問題就我睇都要等多一兩天時間啊，都、嗯、要等少少時間咧。其實都好，其實都好清晰㗎啦。如果係 hack 就即刻已經敲鑼打鼓，係人都知道啦。同埋即係的而且確咧，二十億係好大嘅數目，但係對於 FTX 嚟講咧，亦都係一個可以承受得起嘅數目。嗯 ，OK， 好，有錢就係任性，系、嗯，繼續，好，跟住監管，講到啲 FTX 嘅好似呢啲咁嘅交易所，係，咁啊，如果俾人 hack， 會唔會引起呢個擠提嘅情況咧？理論上會啊，會啊，咁啊，咁啊，一講翻韓國啊，係，韓國咧，其實之前咧通過咗一個法例啊，就要求所有交易所咧必須要喺今個月9月24日之前咧完成呢、這個即、就是、金融方面嘅註冊。咁但係咧，直至到今日咧，仲有2/3嘅交易所咧係未能成功做到呢個註冊嘅。係。咁啊，個法例咧就原因咧，佢哋可能滿足唔到嗰個要求啦。係。即係有好多交易所真係都滿足唔到嗰個要求。即係點講啊？你用灰色操作可能得，一用白色操作就唔係啊。係啦。可能會即刻掩飾。咁啊，佢個法例就規定咧，嗱，佢唔係話要你即刻拉人封艇嘅。佢話個法例咧就要求咧，如果你真係9月24日覺得你冇辦法可以完成到嗰個註冊咧、你必須要喺9月17日之前咧，就要向你嘅所有客户咧要發通告，話咧你完成唔到註冊，你間嘢咧有機會隨時倒閉。哦，係啦，即係要佢咁樣通知客户。你唔發冇問題㗎，你話俾你啲人聽，你隨時有機會唔做生意。啊，仲要係倒閉喎，咁樣唔係清盤，唔係話俾你聽，即係你唔想撈噶咯喎。係咁樣係咪會引起恐慌咧？的而且確係、的而且確會㗎。係咁啊，尤其喺啲所裏邊，你而家即係如果係轉，即係點講啊？你睇你如果你 transaction 大嘅時候，你就自然洗幣大咗，啲、人未必滯嘅啦嘛。咁啊，同埋因為咧，韓國喺 crypto 嗰方面嘅發展都好蓬勃啦。好穩定㗎啦，但係咧，亦都有一樣嘢就係因為即係個安固有嘅原因咧，佢哋就比較有少少半封閉式，即係有安唔喐得㗎嘛。係咁，所以咧，其實咧，而家估計咧有40多個 project， 即係40多隻幣咧，係淨係喺佢國內流通嘅，即係好少喺出邊有得可以做到呢個買賣。咁估計即係如果因為咁樣嘅操作咧，可能呢40多個 project 咧，可能就會出問題啦。未必可以再完全換得翻錢可以走得到，咁啊，所以而家咧，一啲比較細嘅交易所肯定未攞得到註冊嗰啲咧，就開始有呢個客户提款嘅逃跑啦，啲客户逃跑。咁啊，其實即係講翻幣安咧，其實上個月都宣布咗噶啦，佢已經暫停咗呢、這個即係、就是、韓國嗰方面嘅服務啦，停咗呢個韓國呢、這個won 嘅出入金啦。正常，即係同步走。係啦，咁啊，日本 LINE 旗下佢嗰個交易所亦都係啦，已經即係尋日停止所有韓語提供嘅嘅。佢冇嘅，佢下一步嘅咪冇啊。首先你要喺佢個平台上邊 take out 咗 one， 即係同韓語 support 嘅咯。係啦，韓語 support。即係佢話我唔提供呢個服務，我唔係針對你嘅人。咁即係我喺太空度操作，你唔可以話我。呢啲政府有時牽涉咗好多神機妙算嘅，唔係咁容易諗就諗到。係嚇，咁啊，今日到此為止先啦。好啊，冇乜太多新消息，不過都係監管中嘅監管啦。係啊，好嘛，咁啊，大家我哋明天再見。啊 ，OK， 好，聽日見，拜拜。